OK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嚟到呢、7月18日，我哋系嚟到呢个叫做 Montserrat 嘅呢一个本笃会嘅修院。咁咧呢度咧就最出名咧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就系见到上边应该系背脊啦，呢、这个黑圣母啊，呢个 Morenita 喺呢度自9世纪880年、881年度咧，佢哋喺呢度发现到嘅一个圣母像。咁當時咧就係一個白色嘅聖母像，咁後尾咧去到19世紀，因為拿破崙嚟搶奪啊，咁咧就佢哋就將佢油黑咗，油即其實深啡色嚇，咁咧就收埋咗佢，等拿破崙唔可以破壞佢。咁呢個聖母像咧自特別係本笃會嚟咗11世紀嚟到嘅時候咧，就成為呢個成個地區咧象徵咗聖母臨在嘅最重要嘅地方。所以呢、这個Maranatha 咧喺 Maranatha，sorry，喺呢度咧就成為咗呢、这個珠寶聖人。除咗聖 George 之外咧，第二個呢、这個 Catalunya 呢個地方咧，呢、这個地區啊，嘅珠寶聖人。我哋嚟到呢、这個所以係聖母嘅聖山啊。今日嘅福音嘅讀經咧，係講及耶穌話。以往呢個約納先知咧，同埋南方女王咧，都係徵兆緊一啲嘢。徵兆緊乜嘢啊？就係、是、兩個咧，都係代表一個咧就係天主嘅先知啦，約納啊。咁藉着佢嘅代表天主嘅臨在咧，嗰啲亞述即係一啲好殘暴毀滅咗以色列國嘅一個民族咧，都因此肯虛心去相信天主。臨在於佢哋當中咧，而轉變，而認罪悔改。同樣咧，亦都講呢個撒羅門時代啊，即係呢個以色列咧最鼎盛嘅時代咧。南方嘅女王咧，所謂南方女王可能係呢個埃塞俄比亞嘅女王咧。上嚟，因為佢聽到呢、这個撒羅門王嘅智慧咧，尋找天主嘅聲音。而因此亦都獲得智慧，獲得好大嘅恩賜。咁耶穌話：何況佢嚟到我哋當中咧？咁我哋適逢喺呢個聖母嘅聖山上邊咧，亦都唔能夠唔令我哋想起啊！特別係近代咧，聖母多次嚟到我哋當中嘅信息啊，無論係一個唔出聲嘅聖母像。或者係甚至去到神事當中嘅花地瑪、路德嘅花地瑪呢啲咁嘅地方啊，聖母嚟到我哋當中嘅信息，都係同聖經嘅信息咧係冇分別嘅，都係話耶穌已經嚟咗啦，耶穌為我哋死咗啦，耶穌持續咁臨在我哋當中，藉著佢嘅復活嘅恩賜喺聖洗聖事當中，喺聖體聖事當中。喺告解圣事当中，喺教会嘅圣神嘅临在当中，喺我哋祈祷能够有希望、有可能与天主共融当中，我哋会唔会改呢？有啲人话我改咗啦，神父，我领咗洗，我入咗教，我有去圣堂，我有守十戒，我有办告解，咁改完啦咁吓，改完，咁有冇改完呢样嘢呢？定系我哋只不过系谂我叫做修到一啲嘅德行，学咗一啲嘅道理，改变咗一啲嘅嘢，咁就叫做做咗嘢咧。咁我系一个好人。喺今日读经一嗰度呢个米该亚先知书佢话，讲咗几样嘢，系点解我哋要履行呢个正义啊？你嘅正义系。分開兩部分啊，係三樣嘢。第一句咧就係履行正義咁。咁履行正義分開兩部分嘅，一個係點啊？有一個慈愛嘅行動啊，我哋要行善。但係咧，另外一個就係點啊？與天主同行啊，追隨天主啊，跟隨佢啊。咁有個關係上嘅嘢，有一個召叫上嘅嘢啊。關係上、召叫上，呢、这個係改向啊。我哋唔系净系知道一啲嘢，我明白咗我自己去做一啲嘢，而系我同天主有一个每一日嘅相佳同行。咁呢个
变咗呢个转向咧，就唔系话我错，所以我要放低一啲嘢，然后走去天主，而系我要今天承认天主系我嘅首位，我要去亲近佢，去点样讲啊？即系嗨佢嘅友啊，差唔多系，即系要黐佢，黐住佢，去感应到佢嘅心跳，感应到佢嘅心意啊，经历到佢嘅渴求啊。经历到佢嘅拥抱，然后去行善，经历咗呢份嘅爱情去行善，同主一起去行善，这个嘅改变嘅方向就唔单单系由恶去善，而系由我去天主嗰度，由好到更好，由我所知嘅去到佢所知嘅。圣母亦都系指示紧呢样嘢，所以圣母系指向佢嘅无玷之心，指向耶稣嘅圣心，唔系指向个脑，系指向个心。所以今天让我哋亦都系同样咧，呼求圣母啊，咁多嘅呼求啊，吓，即系祈祷祈祷，补赎啊，为世人嘅罪啊，最终都系想个心去转向，由恶去善 true 啊，由善去更善，冇错。由我自己变成天主为中心，这个是最终的召叫。而我们今天也都是皆同圣母同耶稣讲，愿你进占我的心，我要以你为我中心去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